是以为我没看到啊？这是在床上运动是不是？线香，啊，好可怕，嗯，好可怕，外面好可怕，所以我想一直睡觉。你是这么想的吧？是不是？打火机，阅历。啊，如果我说是的话，会怎么样吗？我现在比较好奇的事情是，他跟那个女生是有什么瓜葛吗？哦，可以进来了。是谁来着的？有一支蜡烛，可以点吗？线香味道我并不喜欢。使用好了，感觉不使用它根本就不会那个。让我们继续。Oh shit！ 这是什么？不要跟我说有追逐哦。有人来了？什么嘛？原来你在这里吗？我说你别让我那么费劲了，好吧？哥哥，我陪你玩，你很开心吧？难怪觉得你寂寞，我连朋友都给你带来了呢，真的是难得耶。这样的也要收钱吗？公三小，啊，从后面上的话或许就行了。公三小，哎、欸，除了脸之外，做什么都可以吧？你想干嘛？不要，不要啊！是啊，随便你们怎么玩吧。那个超自然的震动是三小。反正我也确实的收到了费用，你真太差劲了呢！你自己也参与进来，还说什么鬼话？好痛，亚美德，嘿，住手！不要，不要！搞什么？一位出汗、全身黏黏的。嗯？手机跳出通知萨泰。好想看看他的脸，我在说什么呢？萨泰只是我普通的朋友，是啊，没有更多了。然后他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很幸福了。他应该是被侵犯了、啊，我们用侵犯这个词吧，好不好？用钢铁人的钢，我觉得不太适合，还真恶心啊，恶心！不行，我们不能那一个。哎，这是原本就这样吗？哦，毛巾。我比较好奇的事情是，那个人到底是谁啊？有病吧？美工刀，这把刀很锋利，所以我才选了这样的刀子。三小啦，谁跟我解释一下？他只是要来洗澡而已，为什么会有美工刀？他不是说要来冲澡吗？很锋利的美工刀，还是他有自残的习惯啊？所以他当初该不会是跟那个叫英丽的女孩子，就是说好说我们一起去跳下去玩，然后结果他没有做到。那我们现在干嘛 ？Hello， excuse me， 那现在就可以了，刚刚不行就不行。嗯，看不太清楚。他好像是想要自残呢、欸。除臭剂掉下来了。对，那是他的除臭剂。对，他原本想要自残。没错，这个声音错不了。好脏啊！好脏！如果我就这样放着伤口不管的话，就能结束了吧？算了。对了，我本来要来冲澡的，然后结果突然变这样子，好疼！水碰到伤口了，你是臭低能是不是？要也是洗完澡再做吧。所以他那个哥哥是怎样？曾经
纠团侵犯他哦。那些人是真的蛮诡异的，我说认真的，那些人蛮有病的。那这样还可以睡得着？什么声音？我听到，有，真的有东西哦。听到木头嘎吱嘎吱的声音，对，我刚刚也是听到这一个，然后就看到有个人影，是地板腐坏之类的吗？管他的，好想睡。一直有个女生的人影出现在他旁边呢。早上呢，他这还睡得着？对，他现在身上，果然没有美工刀了。我稍微睡一下也没关系吧，但好像会睡过头呢。一脸坏掉的表情，我觉得他这个表情比较像是无精打采，甚至已经是厌世了，就是随便啦，怎么样都好，那些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那种感觉。走过就会触发剧情。早安，早安。嗯，哇，田无良，你受伤了吗？算是有点吧。昨天的伤口是不是裂开了？你这不是在流血吗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趁老师来之前，我去拿纱布什么的吧。那已经无所谓啦。那你怎么会受伤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还好，如果从侧面这样看的话，我以为。就是刚刚这个角度在看，感觉那受伤位置有点糟糕。你是想要当日本最后的太监没有当成是不是？是谁？老师好烦，我懂。放的药品，消毒水。可以走到其他地方吗？可以，这时候是可以的。这里是女厕，可恶，他不给我进女厕。为什么每一个人都禁止我们进女厕呢？真是急救绷带，在这里爆炸有点不太好。有没有不会有人来的地方呢？有啊，有啊，我们走啊，进去啊。不行，很好，没人。看看能不能顺便把血迹弄掉。血迹不再那么明显了吧？虽然裤子有点凉。回教室吧，你是裤子凉还是内裤凉？还是两者皆是？你这个人到底是出来干嘛的？跟我们抱怨说考试很烦而已吗？家人同学，谢谢你。那拜托你交出去啦。如果是四川同学的委托，完全没问题哦，别放在心上。哇，田无良你好快。这小孩真的听起来超级诡异的。老师差不多快来了。然后呢，千田他呀，不是有个戴红帽子的邪心吗？千田模仿那个邪心变成传神的哦。哦，这样啊。哇，田无良你好高冷哦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你不怎么爱笑也不会耍笨吧？所以你是想说我是个无聊的家伙对吧？我才没那么说呢。但是越是这样的家伙，我越想逗他笑啊。要做什么才能逗你大笑呢？这种事你还问我本人吗？哎，加藤，可以过来一下吗？什么事？桥本说想借你的漫画。哦，是吗？那么我们到教室去吧。啊，田无良你，我还会在这里多待一会儿，不用管我了。你去吧。抱歉喽。不爱笑吗？唉，遇到那种事情想笑也笑不太出来吧。真的要讲的话，他没有封闭自我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。我说真的，有一些人遇到这种事情他们会把自己封闭起来，他没有封闭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我有点晕，可是今天是杂志的发售日，车站的书店会不会也有卖呢？新书专卖，恋爱小说特辑，陈列小说。那是萨泰吗？真的是。这不是阿友吗？是是是，我是阿友。你是来买少年 step 的吗？因为我很在意这个月的内容。是吗？我也。哎呦，总觉得你没什么精神啊。啊？为什么这么说？没有这回事啊。不不不，总觉得你的脸色啊。话说你的脸色太难看了吧。
被发现了吗？其实我的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不过只要睡一觉就会好了。你是不是有熬夜剪辑影片啊？说起来，萨泰他为什么会对我这么上心呢？人家搞不好只是关心你啊，对不对？他可能想要跟你难上加难啊。他应该还有其他比我更好的朋友。还有，如果我不去做实况的话，萨泰也会离我而去吗？萨泰你，如果说我不做实况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抱歉，当我没说，我先回去了。妈妈打来的，原来你还没有被你妈忘记吗？喂，这个月的钱我已经汇过去了，所以你和往常一样，只需要领出要用的钱。有没有什么困扰的事？没有，谢谢妈妈。多亏了爸爸妈妈，我没什么事可烦恼的。你有在好好念书吧？千万不要玩什么愚蠢的游戏啊！别担心，我知道。那么你好好加油。我没关，对，被挂断了。根本不想听我说话吗？已经是这个时候了吗？晚餐该怎么办？总觉得很麻烦呢。今天就吃泡面好了。好好笑啊！莫名的觉得超好笑的。这是什么？须知境界。朋友的头发也太长。作者官网游戏下载读到这里。Game Fan Fan， 然后旁边那什么征服世界吧，二货本周排行榜泪腺崩坏。这是前几天刚上传的影片，还蛮多人看的耶。须知境界。可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一个绿色衣服、绿色头发的人看起来有点像风谷光啊？我觉得这看起来好像风谷光哦，是我想太多了吗？他房子好简单哦，所以应该也没有太多需要探索的要素吧。然后这回又会做梦梦到哪里呢？感觉毛毛的耶。这里是，这地板是有什么东西？道路标，这是平交道附近吗？这附近没有建筑。这道木板，我刚刚看到了哦，那个眼睛看起来超有精神的。有个小盒子，盖子的部分有谜题。2000 years later， 我看后面有提示是不是？靠腰，后面有提示啊。靠腰，我一直在那边哎。开个洞，不够长。这个板子不够长。我以为他那个是要想办法把那个解开的，又不是哦。这边也可以走，这边好像有一只鱼，讨厌讨厌，会把我们烤来吃的可怕人类在看着我。有鱼在飞，还不是在飞，我在游泳，请你不要搞错了哦。用在心里的话，我们也没有说出口啊。我以为这个只是影子而已，没想到它是真的在。得到梯子，这木板不是这样用的。话说这个鱼为什么会讲话，而且还会探知别人内心？你是阿尼亚是不是？那梯子呢？可以，果然又是这个平交道。我看到你咯，你要丢下我吗？你也要忘了我吗？明明我们约好了，明明说了会等我，我没忘了你。骗子，对不起，我都答应你了。不要紧的，我只有我不会忘记盈利。过去，胆小鬼。我屁事啊！
真的假的？好厉害哦！那么关于下一场比赛，我说萨泰，下次可以去帮你加油吗？当然了，那我也去好了。诶，我说有没有感觉被什么人看着啊？好毛啊！啊，对了，我们去车站前新开的冰淇淋店吧。好诶，好诶，走吧。哦，有，我看到那个提示了，是这个吧？哦，哦，诶，这招厉害哦！哼，这一招厉害哦，我喜欢哦。他居然是用木板来看吗？哦，呵呵，好神奇哦！金瓶糖是啥？好耀眼！呵呵呵，这好有趣哦！这是那个阴历吗？我说阿友，什么事？你没忘记我们的约定吧？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没傻到忘记早上的约定呢。啊，说的也是，和往常一样，等到他回去之后到准备室吧。我先过去比较好吗？好啊，要是阴历城上的奇怪的传闻就伤脑筋了。其实我并不会觉得伤脑筋。好了，一直在这里说话的话，那些烦人的男生就要来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先过去咯。阿友，你也要快点来 哦。好的。所以这阴历应该是对这个阿友有意思咯。他们两个那边看书。我看完了。怎么样？我觉得非常好，之前的也不错，不过我可能最喜欢这个了。是吗？有那么好吗？他好像是在写什么剧本欸，他好像是在写什么剧本，然后给他看的样子。但是这个阴历似乎在班上或在学校算是某种风云人物，所以他会被其他人缠上，他们要偷偷摸摸来，不然会有不好的传闻之类的吧。尤其是这一段，主角晚上在屋顶欣赏流星的场景，好想看看这一幕被搬上舞台啊。呵呵，我好开心，谢谢你。哇，上高中之后想进话剧社，然后就算一次也好，我想演我自己写的剧本。我记得阿友你也打算上那所高中吧，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的。这样啊，好，我一定会去看的。如果是阴历的话剧，肯定座无虚席的。呵呵，你有点夸过头了，不过要是那样就好了呢。已经看不到他的话剧了。因为他离去了吗？还是要跟着自己讲话啊？给我那个，你是指金瓶糖吗？我也是可以啦。对对对，没有这个我可不行啊。他能吃吗？对了，你有空的话，这些水桶，你能帮我让有水的水桶和没水的水桶交叉摆放吗？但是能提起水桶的机会只有一次哦。走到这边又有东西，又来了。今天故事怎么样？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这个故事该不会还没完成吧？哦，你很懂嘛，也很有嘛。不知怎的，我觉得这样就结束显得稍显不足。其实在最后的部分，主角少女的台词我还没有想好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把少女的情感清楚的说出来结束比较好呢，还是让读者自由想象比较好呢？阿友，你觉得呢？我这个嘛，我觉得用言语表达比较好。这个主角相对一开始而言，感觉好像很老实，但经过和朋友的邂逅，会变得积极一点嘛。所以最后也应该让他好好说句台词，不是吗？这样啊，谢谢你，会作为参考的。哎呦，明天，明天是2月14吧？你喜欢烤点心吗？比如马芬蛋糕之类的。2月14该不会哦，情人节是吧？马芬蛋糕？我很喜欢马芬蛋糕之类的哦。是吗？我知道了，要等我哦。我会等你的。我们约好咯。电车时间到了，我要回去了。今天我妈妈很晚才会回来，会在外婆家等她。你要不要来我家？我外婆家很大哦。这样啊，那明天见。看你这不解风情的家伙，人家想要约你去他
约你去他外婆家，对不对？你们要发展出一些某些让人羡慕嫉妒恨的情节，结果他居然说，哦，那明天怎样？明天见。刚才他说的果然是那么一回事吧？明天要用什么表情去见他呢？哎、欸，这家伙好呛哦，怎么办？